们是夏日霓虹流星群，谢谢。然后在那个我们休息区外面那边的话，会有我们的午饭桌。那如果对我们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名片。上一次的舞台区旁边。对，上一次的舞台区旁边会有帐篷，三个小帐篷。对，然后我们那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专的资讯，然后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按赞，给我们打气，谢谢。